那我们请来的嘉宾有点特殊啊，对于传统的观众朋友来说呢，他还是比较陌生的。他最近在这个游戏圈里面呢，是一个风云人物。我们新《倩女幽魂》的总策划肖奈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大家好。首先要恭喜你啊，这个手游和端游双双获得国际大奖。谢谢。这两款游戏呢，除了口碑上的胜利啊，在这个商业上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。我刚刚看到这个数据上显示，你们这款手游现在每个月有2亿的流水啊，这对于手游来说现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成绩啊。而且这个端游的在线人数也是破纪录的。那你在做这两款游戏的时候，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成功吗？我们团队策划两款游戏的时候，还都是在校学生。那个时候的端游和手游没有现在这么火热，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，只是为了表达一些自己对于游戏的想法。哇，真的很棒啊，一款手游一款端游，让你们公司一跃成为了这个游戏界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。那据说这个封腾要收购之一是真的吗？我们和封腾会有一些产品方面的合作，资本层面没有涉及。那我们来说个题外话，那么说这个游戏圈里面素来有吐槽这个主创的传统，但是因为您的颜值特别特别高，所以呢这些玩家对您是只夸不骂，听过这个说法吗？我当然是觉得我没有小觑，大家才会手下留情。但是提醒大家，新倩女是我们和封腾集团联合出品，封腾的总裁就叫封腾，非常好记。真是祸水东引啊，不过我得说干得好。那你现在除了这个新倩女幽魂之外，还会接下来推出其他的游戏吗？暂时没有开发其他游戏的计划，十一科技接下来的方向是网络安全。大神真的是帅一万年，感觉现在转到全世界去了，突然有点舍不得，怎么办呀？微微都没舍不得，你舍不得个鬼呀？谁说我舍得了？不许拍！哎呀，还小气了，看一下、就知道拦着我们，有本事让你家大神别上访谈哟。之前梦游江湖手游发布会都已经曝光过了，拦着也没有用啊。你别说，你还真想过啊，太小气了吧你。那据说你们这个公司这个游戏非常受女性的欢迎啊，但是你们公司的这些成员都是男性，那你是如何做出让女生这么受欢迎的游戏呢？这是误传，我的未婚妻也在我们的团队。未婚妻？快说，你瞒着我们做什么了？怎么突然就未婚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少骗人了，大神给你求婚了？没有。等一下，难道毕业了，我直接到你公司上班吗？不然。我在你公司都实习2个暑假了，实习工资从来都没有拿到过。哦。哦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要钱没有，要人一个。哼，这也行？你家大神真是还没见面就女朋友了，还没求婚就未婚妻了，真是几年如一日的阴险。微微啊，真的不是我担心你，你说你斗智呢，你肯定是斗不过你家大神，打架呢，肯定也打不过大神，你这以后家庭地位可怎么办呀？我家大神才不打架呢。蠢。我说的是那种打架嘛。二喜，你学士服换好了没有啊？我不等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再擦个散粉就好了。你快点，二喜，快点。没事，声音老师不会放过他的。有没有跟审美啊？他们俩不是挺好看的吗？
来来来，大家集合一下。那个老师，我们先坐下。我帽子歪了。哎，那个中间男同学高个那个，你，对对对，就你到那个边上去。对，好。哎，那个穿花衣服那女生，你把你那个衣服给我藏一藏。哎，好。就不能有点不一样的青春吗？来来来，准备好了，三二一。你们看哪儿呢？看我这儿，你看那边干嘛呀？哎，那帅哥，你躲树后边。来来，看这儿啊，三二一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第二张，第二张咱们搞怪一点啊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。很好，咱们第三张把那个帽子全都扬起来抛起来啊，来，三二一。哇，哇，啊，喂喂喂喂，你快把大神叫过来，我要跟大神合影。未婚夫，嘿嘿，去把大东叫来啊，帮我捡帽子，快去帮我捡帽子啊。哎，你来了！哎，给我们拍照。别拍了，别拍了啊！哎呀，别拍了啊！哎呀，你准备好热吻。光芒万丈的肖先生，我的舍友想找你一起合影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合影？这个要问我女朋友。不是未婚妻吗？抱歉，口误，是要问我的未婚妻愿不愿意。好吧，嘿嘿，走。给你们俩照。哎，大神来了！大神，我要给你拍个合照。微微，快点，我们也要拍。来，一二三。好了，还要吗？大神，你给我们拍个合影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四个人，快点，快点。来来。哎，我这。一二三。就没耐心了，自己拍。This is my friend. Please with me a minute. 我说这位不认识的同学，能不能麻烦你从上面下来，不要损害我们学校的形象。什么叫损害我们学校的形象啊？我拍个毕业照怎么了？啊，你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啊，说话怎么可？我们堂堂外文系的才子，就给老外当个导游呀？导游？我是在陪同商务访华团的外宾。哦，原来你连导游都不如，就是个跟班的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
I'm 赵兔喜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 too. You're such a lovely girl. Thank you, 听见了吗？人家夸我可爱呢。我看啊，也不用你帮我拍照了。哎呀，你那狭窄的小心灵，拍不出我十分之一的美貌。图还必照，你自己小心点吧。哎，你说谁小心一点？你小心点啊！手中帮你解渴。啊，你那个小姑娘跑哪儿去了？什么情况？报上二喜那个人好眼熟啊！什么傻？曹光，外文系那大才子，听说现在在外交部呢。已经约定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。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。他好厉害呀，居然这么棒，二喜，有戏呀！啊，要不要把二喜抢回来啊？你是不是有点傻？你难道感受不到二喜跟曹光之间那种粉嘟嘟的氛围吗？这是爱情萌芽的经典桥段。This is my best friend.